起发财。好看的球赛千百场，最稳的单就在我这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有球病的毒球小馆长，今天带来英超分析，布莱顿对战热刺。布莱顿属于英超中下游球队，该队进攻很不稳定，控球能力低下，上赛季惊险保级，不过新赛季逐渐被打回原形。客队热刺近几年来进步明显，已经进化成为英超顶尖豪门，不过过于依赖主力，导致稳定性一般，相比主队实力有一定的碾压态势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半球，平台数据与两队实力相符，考虑热刺本身就是进攻型球队，此战可推荐大家关注大小球，本场推荐全场大 1.5。 今日赛事就到这里啦，想要获取更多临场推荐，可点击关注或加我的微信 life176666， 每日为您带来热点赛事独家分析。